朋友们，今天要出发了，下起这个大雨来了，这怎么弄？这个走不了了，在这里吃了一个饭呢，刚刚，等了2个小时，雨还没停，找这个美女要了一双筷子啊，有筷子吃饭了，今天走不了了，本来往前面去那个镇雄县的嘛，镇雄县去拿快递的。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这两天都是下雨。因为我的车那个前面也有行李啊，我就是穿个雨衣的话也不好骑，也不是很方便。看，不知道它下午这个雨停不停。穿衣服去了，快扶上了，好大一个大坡啊！朋友们，我在去往这个镇雄县路上，刚出发呀，现在此刻中午11点，遇到好大一个大坡，连这个面包车它都上不来了，它还要后面冲一把。上，加油！哇，厉害了！现在轮到我了，这个大坡有点够呛啊！加油！请允许我休息一下。哎呀，不能休息啊！休息之后就起不，再也推不动了。那咋办？推不上去了啊！休息也干不上去吗？再来一把。此刻我真羡慕那个车里面的那两头猪，他们不需要推车，也不需要走路，我还要推车。哇，这个坡够长的啊，我的乖乖。这坡够长的，快了，加把劲吧！快了，快了，跑一下。快到了，上来了，朋友们，看整个县城，整个镇子的风光。在这里找了一个这个荒废的房屋，这里还有水可以洗手。就在这里吃个西瓜再走吧。
今天太热了。今天比前上次在贵州热多了啊。耶，贵州没怎么热。好吃，很甜。早饭都没有吃，今天肚子饿了啊。哎呀，好吃。这个拿着，过一会在路上饿了再吃。夏季一个瓜，凉快，到你家。哎，好瓜呀，吃来好瓜。放起来的路上再吃。要上国道了，上国道也是推车啊。上的车比较多的，很多车。前方直行500米。上不去了，歇一下吧。这个盼山腰的风景还是蛮漂亮的，看，哇，希望前面翻过这个山就是一个下坡了，我好早一点到下一个县城。
前面第一个隧道，930米啊，这个隧道有点深了。休息一下吧。这个车子啊，没有脚撑太不方便了，停车都是个问题。云南小垭口隧道，这个隧道我还第一次进隧道啊。那边一路都是上坡爬上来的，爬了有2个小时的坡吧。还有半个西瓜，等翻过这个隧道再吃吧。现在肚子不是很饿啊，朋友们，马上就要到下一个县城了，今天晚上必须要赶到，还有14公里吧。